.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6.html introduction to DL。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L。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探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
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至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故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三十三天外，万彻了千经万典，万彻了千法万法，万彻了千教万教，万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一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宰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百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声，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
了解到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信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个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束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各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故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点，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死即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